万金级东海岸哈。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，常常坐飞机从台东到台北，常常在空中啊鸟瞰我们东海岸的一个美景。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崇山峻岭、海月下啊。有时候晴日翠微，烟雨空蒙，整个我们东海岸的美景啊，都尽收眼底啊。尤其是啊，当我在东海岸，然后从空中鸟瞰我们的太平洋海岸山脉，真的是可以，我说是一个可以很欢迎说宝岛的奇观，而且每一次飞机所看到的都不一样。那我这次呢，特别从我们的台东从宜山起飞，然后看到碧琪二地小红山杜安山的海湾，然后一直到我们往北到八仙洞，还有到树木卵溪、草木桥，是往庄上面看，然后一直到南武大山之后，然后会接下来就看到台北的关山、淡水，那整个景观呢，那个非常非常的美哦。那所以我特别用水墨把它表现出来。那这一张啊，大概花了一个多礼拜时间把它完成。这是我画的作品里面最大的一张画啊，那么以前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大张的，但是画过之后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